记者张聪秋彰化报道，国民党彰化县长党内初选登记共有三人完成。彰化县党部和彰化县选举委员会明天28日将进行第一次协调。开业牙医是吴明哲，来自杏坛和杏林界，父母教育界退休，妻子和弟媳是牙医师，未曾参政的他堪称政坛白纸。今天他在彰化市南窑宫举办肥皂箱阿哲说明会，300-400位旅北同乡会和彰化在地的支持者到场助阵，齐喊加油动算，现场充满青年人对改造彰化的热情和活力。吴明哲的爸爸是私立建国科技大学董事长吴连金的胞弟吴连树，吴家共五兄弟四姐妹，吴连树排行老三，他和妻子陈素香都自建国科大退休，婚后栽培三个孩子，成家立业，事业有成。老大吴明哲和吴明哲太太都是牙医师，老二吴明文从事贸易，太太是小学老师，老幺吴明胜在吴明哲牙医诊所担任行政正副院长，太太是牙医师，全家就有三位牙医师。吴明哲爸妈和妻子行动力挺吴明哲脱下医师袍为乡亲服务。吴连树说，彰化县是台湾董事长最多的县市之一，公司产品遍布全世界，从汽车零件、水龙头开关不乏出自彰化生产制造。吴明哲有别的候选人没有具备的特质，政治素人是一张白纸，这是让别人无懈可击的地方。吴明哲妈妈陈素香说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，劝进劝退声音涌进。吴明哲自身有高度的意愿和兴趣，否则也不是别人劝进就能打动他的心。担任牙医师15年，他看到很多阿公阿妈自己看诊或外用陪同，他一直觉得彰化县土地这么大，为什么都留不住年轻人。他有幸能够生活在三代同堂的家庭，希望彰化产业能够发达，让每个年轻人能够留在彰化工作，每个家庭都能够享受天伦之乐。前台化员工的国民党内湖青工会会长蒋丰茂说，吴明哲知道年轻人的需求，年轻人想回乡工作，不要再领 22K， 要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才敢结婚生小孩。他是国民党的活水，大家要给活水机会，让青年改变彰化，改变未来，他能够给彰化一个好的未来。好的未来非常重要，他有他的擘画和规划，有其创意和创新。旅北同乡会副会长林顺义说，旅外彰化县民约300多万人，只要全台同乡会都动起来，一人打一通电话，吴明哲初选一定会过。吴明哲勾勒彰化黄金三角的新愿景，打破传统北彰和南彰的思维，细分成四区，彰北九镇工商重镇历史城区，彰中五镇精致农业观光区，彰西四镇黄金海岸渔业区，彰东八镇蔚山林农业观光区。吴明哲说，彰化人才严重外流，政府要负最大责任，政府让人民自己苦干实干，没有替人民包装品牌，期许自己成为源头活水，透过世代交替的传承，让年轻人用创新与活力为彰化贡献一己之力，注入新希望、新思维、新愿景。